青年事务中心特别举办在十月中旬双马的活动，欢迎所有的青年朋友、男女朋友一起来报名参加，来认识新朋友。举办的地点是在台中后里，我们是租台铁的车子，到了后里就骑铁马，也就是骑自行车。这是特别从高雄调来是莒光号，莒光号的整个品质在乘坐品质是比较好。然后，我们每次的报名都是受各位的支持，都是用秒杀来形容啊。当然，这一次也是一个大家很瞩目的一个活动，往满往后风啊，他们同时是在车上的联谊，然后进入铁马的联谊，再来烤肉的联谊，两年来啊四五百位配对成功比例是14%。如果他们结婚之后，我们会邀请他们参加我们集团结婚，也请恭请县长给他们到现场给他们扶正，再来送他们一个厚礼啊。